我们正在玩魔幻陀螺的比赛，现在是我和大头王凯旋的比赛。好了，现在开始，3、2、1，发射！啊，我怎么两颗？这局不算，我走。嗨，跟我讲，看一下，第二局开始。哦，我的比较难。你好，你要快点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赢家哦，好，你赢了2分。Thank you.
我弟一分，黄凯翔才，我弟两分啦，黄凯翔一分，我刚刚不小心错。看来这次会拍好久的影片。谁要去？哦，我看到黄凯翔在动一下，就像这样，就像这样，不对，就像这样，这有动一下。哎，这不算啊！啊，完了！哎，这不算啊，这不算，这个也算停，这个也算停，不行。这个也算，好啦好啦，3-3，2-2，2-1，赢两个了，我已经赢了，赢两个看谁赢了，我已经赢了，对，可是老大我要跟，我已经赢了，我第，好，你已经赢了，我第，我第赢了，所以我要黄凯翔这边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一组要打他了。不行，等一下，你是要帮我了？你是要我先准备而已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让他拿。哟，怎么一直撞到我？清楚啊，第二赢家，第二赢家是我，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最烂的就是我，他的名字这样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了，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还来。